神仙眷侣玄彬孙艺珍在今年三月举办完超浪漫的婚礼之后，马上就在六月宣布他们有宝宝了。不过两人也没因此停下工作脚步，尤其是玄彬主演的新片《吉米同盟二》即将上映。一日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松口了当爸的感想，表示自己到现在还不太有实感，可能要等到亲眼看到小孩那天才会有感觉，现在正怀抱着幸福的心等着跟宝宝见面那天。而对于即将当上一家三口的大家长仪式，他则是直呼要努力生活，努力赚钱呐，完全是超级认真的在为当爸爸做好准备。至于近期在网络上有好多粉丝发现玄彬和孙艺珍在结婚后真的是越来越有夫妻脸了，玄彬在一旁害羞回答，我有看到照片，好像真的是那样，可能是在一旁常看到艺珍笑的模样就越来越像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大家闪到不行，真的太期待接下来会更幸福的这场超高颜值一家了。